来，来了，我们是七月半，哇，连续第六周更新了，哇塞，我们从五点录到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我们是分开录的，分开录的，谁分？我还以为现在九点是，今天是隔天的九点，对，然后隔好几个月了，对，然后隔好几个月，刚好要穿一样的衣服，对，有加入。对，绝对不是什么三月的时候要联系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要联系。从这周开始是这个 Q&A 周啊 ，Q&A 周了。我们为了这个马术的高铁都不知道花几次，对啊，特别为了这个 Q&A 坐上来，对，成本很高。等下问完问题我就要下去，然后下一集再上来啊，绝对不是。所以前几集是为了聊那个屎尿上来的，对对对对，那一集真的很划算，你看那个点击率就知道。已经知道了，超爆猛。真的，你那个虾虾才厉害。我说第二第二三周前的吃小那一集，对，吃小那一集，吃小那一集。哇，吃小。我们在这个三月的时候有收集一下大家的问题，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礼拜第一个礼拜，我们先从浩哥。那我就选吧，我因为刚好这个有大的问题印下来，然后每个人都拿着一张纸，我讲完问题，然后我们回答完，然后传给下一个。好，形式大概是这样，船长规定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好，来第一个问题，你先，所以一集只会回答五题，一集回答五题。我想看，我想看，哦，有人说最喜欢林森北路啊，说所以七胖可不可以常常合体拍片？我们这不就来了？可以啊，对啊，可以啊。我们这不就连续五个礼拜？对啊，都是集合。他是说合体都好拍片，还是合体是不是？合体真的合拍片，围一圈这样。这个比较难，因为我本身是喜欢女生。哦，那你可以在最前面。哦，我在最前面。通常应该要第二个比较舒服。是，但如果前面三四其实是一样的。没没没有第二个，因为前面爽，后面爽，手还可以玩。哦，有没有？所以大家选第二个，有没有？只有第二个前面手可以玩。哎哎哎，那第一个也蛮爽的。第一个没有，他前面没人。如果绕圈才有了。绕圈大家都一样。绕圈是绕圈，我们五个人有办法就刚好绕一圈吗？试试看，哎，来试试看。这个镜头可能稍微要调高一点。那下一个你要哪一个？镜头就是第二个。那我要阿杰嘛，对吧？我要阿杰嘛。镜头你可以，镜头可以，哎，镜头，你可能要用手机赶快补一下，这样子吗？这样距离是不是？蔡哥可以，你要动，蔡哥可以，那我刀，所以你要打，不行啊，这样子对吗？不是，我要刀啦，你们要屁股要往后，屁股要往后翘，不然你搞，屁股往后翘，对，他们屁股要往后翘，这样子。你屁股没有往哎啊，因为他要往前，他又不能往前，他又不能往前往后啊，所以事实证明没办法，五个人没办法绕成一圈，而且比较难呐，比较难，比较真的比较难。好，换你猜歌，来，就不玩了吗？玩了，今天选一个吧。第二题，最 Elvis Wayne 说最喜欢人真跑，跟浩哥一样中二，想问何时 KTV 才能唱到你们的歌？哎，这是很多人问我们的问题 ，KTV 的问题 ，KTV 上架好像。听说蛮复杂，那个流程很复杂哦。可能你如果曝光率不高，他们也觉得说啊，你他们大家没人唱，以后回收不了，因为你把那个音乐做成要进入 KTV 播放那个档案，需要一笔费用哦。KTV 的10万对，因为我那个脚趾头发他们做过哦，也是自己花了10万，对，然后做成那个档案才能进去。它的云端硬碟就100G，那占我空间。对。这样，平常没人点。基本上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想要我们很多人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嗯，更多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事情会比较好。哎，一般我们也现在真的没什么存款了。哎，如果想上到的话，就把那个点击刷到100。对，阿姐讲的对。或者是大家可以带蓝牙音响自己进去 KTV。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就上传那个 K 卡拉 OK 版的 YouTube， 我们自己上传卡拉 OK 版。对对，让你唱，还带音响、带平板啊、手机啊，对，然后就放那个就唱，喇叭就播用他们的麦克风唱。对对对，意思一样。最近大家又很喜欢流行录影，也可以，哦，可以，可以哦。哎，会不会卡拉 OK 版比我们原本点击还高？其实蛮有可能，如果我们拍的强一点的话。对。而且那种用学校的歌唱比赛可以拿去用，就不用用那个什么后置软体把那个人消掉，消人声，直接把它用，直接把它弄好，对，可以。不过，哎，我这个加入一题好了，因为浩哥，你这个人之宝是你的歌，蛮有提到，你有没有放过你的歌给你儿子听过？哎哎，真的没有，没有没有，你在我们
乐团有没有上心？你有没有因为很吵，啊，有点吵，吵，他都爱听那个比较那个。他都听什么歌比较多？儿歌都是儿歌。哦，这是什么 Baby Shark 吗 ？Baby Shark 有印象，哎，他现在好了，他现在这样摇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他听音乐这样摇。哦，所以如果以后你帮他选一个位置的话，你会选哪个？你说要回去翻一下草莓，马叔记得吗？刚抓完，抓金元宝，啊，发大财呀！那元宝都会放在我先切前面。对，哎，抓那个，抓那个，啊，真的抓那个，很气吧？就是发大财的，发大财了。啊，你的嘞？你的嘞？哎，金元宝。我在抓，而且你要两个吗？我两个很容易搞混嘞。我抓了什么？好像是香。我那时候有放那个吊歌，就是是国术馆跟那个他啊李北家做香的，做我记得自己放自己，对对，他有做到香，然后他阿公好开心哦，哦，有传人的，对对，有传人的感觉。哎，有两个嘞，第二个好像是，我记得是抓到行销系，我让他抓科系，哦，他是抓到艾丽莎莎的行销系，哦，功能是行销系，他是后面的影片企划是不是？没有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。哦，这个尴尬哦。这个 Winnie0888 说，七月半成员在一起拍片的营收如何分配啊？哇，欸，这个不好讲，这个不好讲，欸，全部会拿来当这个制装费。有吗？欸，有啊，有啊，还是染头发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是我们公司付的，啊，是我另外一个公司付的，另外一个公司。我拍了十几都一样的服装，然后什么制装费？但是那个营收如何分配？嗯，哦，我们这个董事长是不是应该好好跟我们这些股东好好报告一下？对，是，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会赚钱的管道就是 YouTube 的钱啊，收分润，然后跟我们唱一些商演的钱啊，演出的费用。那有时候大家看到我们去什么音乐季或是什么一些校园唱，其实那个就是算是都打平。有，甚至有的还没赚钱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会把那些钱，哎，看你好像蛮多，慢慢存下来，然后去做专辑，大概上一张全部喷完了。对，喷完了，还倒贴，真的是倒贴，对，团长还自己倒贴出来，真的，有，真的要转过来的时候，他真的先贴了一笔，团长贴了十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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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他回去玩，哦，请八百，是不是？对，谢谢空白，谢谢空白，谢谢。不要先用了，主要我们花最多钱的应该就是专辑一次，然后跟演唱会也一次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那几个都没有赚到钱。哦，是真的好像是没有赚到钱。因为搞乐团这么花钱。对啊，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要赚钱，我们要还五个人分的。重点是我们现在都没分到钱过，一次都没有。我们已经做三四年，好像没有从公司分出来，没有，哎，全没有了。刚开始我们有一次，我们先给自己钱，对不对？要先丢钱进来，我们那时候丢多少？两万吗？对对，还是五千？两万哦，两万呢？两万，我们两万，我们现在都是付两万，两万，两万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我们是，对，我们10万创一个公司啊，对，支持我们资本额10万。所以这个如果有各大干爹想要干爹干妈想要业配的，欢迎。如果你想要一次拍六七集的话，对一个案子的话，哦，大包的产品，我们直接拍六集。对啊，你喜欢我们这种 podcast 的形式的话，对，但是衣服不会换。对，婚顺不屈的话题的话，很适合在我们这边商演，我们商演各大商演。尾牙表演、校园活动，因为我们商演其实会略带一点主持的性质在里面。对，因为阿嘎很会在那边卡梁，所以会。我们30分钟，我们可以唱两首。哎，这样很厉害，两首很猛，玩一些大地游戏，玩一些大地聊聊天，穿插的。或者主持人想休息一下，我们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太累也走对。下面有那个信箱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营收的问题要等我们有营收。你突破盲点，没有分配的问题，没有分配的问题，现在全员付2万了，没得分呐。哎，讲到这个，其实阿嘎这边也付蛮多的，
你每次都会找你团队的人来帮我们拍照啊，然后是干嘛的？哦，而且隐形的成本是吧？偶然啊，偶然。偶然是什么？应援，应援，一个应援。偶然啊，对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。我回回去的时候，不是本来今天要其实要讨论那个 Yoroshiku 的那个专场，我就想到一个，就是说我那时候超级紧张的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些你们那些很常来帮忙，比如说中汉什么的，工作会有一些那种安心感、安定感。欸、因为那时候真的好紧张，然后看到啊，中汉就会说啊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的这样子，就觉得至少知道这几个是很熟的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一定会对对对帮你呐喊。所以我觉得差蛮多的。哎呦，我找到一题哦，来，哎呦，这个英文不会念的哦，0312问的好不好？还会出下一张专辑吗？哇，哎，这我连我都想问。我们要跳过这一题，对，直接跳过，没有要回答。音乐总监直接提出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还是这个的问题，钱的问题吗？这个问题，我们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最少的钱出一张专辑？可以啊，就很烂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封面就卖个比心。哎，说不定这样还不错哎，对，不错。还在夜市买那个夜市买，你自己买要那个良心投资。哎，好像不错。我要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哎呦，说不定卖的比我们这个还好。你看花花商场买一桶那种啊，对啊，自己烧，自己烧，自己烧，焦壳，听大概100次就会坏掉那种。现在然后也 CD 也不重要啦，这才值钱。哎呦，哎。对不对？还可以哦，还可以放在脚踏车前面。是要烧完，不能听。下葬的计划讲出来，还可以贴在脚踏车前面挡那个，然后你反光嘛。好像不错哦，对吧？可以耶，干嘛一定要录那么好？就做了尝试。对，音乐可以录得好，但是音乐要录好啦。音乐要录好，音乐要录，就 Mac 那个 Apple 电脑录一录就好了。哎，要不要稍微补一下？稍微补一下，还是要补一下，好不好？但是 CD 片可以烂一点，没关系。因为西片好像都是比较收藏为主，我们注重的是内在。对，因为上这些插画就蛮贵嘛，我自己画，我们自己都会画。对啊，自己画就好了。所以第一张是这样，然后第二张就是不确定。第二张是艺术性，说不定会创造。哎呦，真的是艺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要做那么厚，然后一定要撕。哎，那还有重点了，不用。那专辑歌怎么办？歌怎么来？歌怎么来？你包装我们刚刚讲完了，歌呢？加一张专辑，收录一些其他歌手的。真的啊？你说？少人照片，这就是盗版了吧？还有刘德华的，这就是盗版的吧？你放一些古典音乐都没有版权问题，古典音乐你在中间插几首，他们怎么听啊？这整张没有我们的东西啊！不是，我们放他们歌，然后我们 reaction。哎，我们就哎，这段先放我们的，以前会有重唱的版本，以前盗版会有重唱的版本。哎，那歌手像音乐磁场那种感觉吗？这么大补贴的首，杀出音乐磁场。我觉得有一首歌一定要出。舞曲大地，哪一首歌？绑裤头。绑裤头一样。上一集的话，对，想知道绑裤头的，也不知道，要上回去看一下。前两集要看一下，吃水果，绑裤头。哎，绑裤头还有谁绑裤头？绑裤头，有连贯性。对，好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，我们新专辑或者企划，下一张还是会出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确定，封面都想定，会，那什么时候会出？总会出的吧？会，会的。但我们可以跟他预告，歌应该会先有。绑裤头这一首一定会有，而且封面照一定是阿杰那一自己绑的那一对，对对。没有没有，我五张随机放，不用，你要收集。看，然后买五张的是，还有五张一起的，就以前在文具店抽那个，对对对，这样不错。对啊，轨道车，我们应该是收在那个裤头里面，然后我们。专辑用绑，然后绑在那个地方。谁的？东西去烧。没事的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哎，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的呀，看一下哦。啊，五题而已，不用轮回来，真是够长的，够长的。好，我要问哦。好，陈玉兴问的，不是我问的。嗯，请问，瓜吉从来没有放过七月半的歌，可不可以帮我过去敲他两拳？啊！完蛋，瓜吉电台没有放过我的歌，这我不知道，因为很久没看了。然后可以帮我，因为你很久没看，就他伤害我们一样，伤害回去。对，谁要听他的乐团？只要听他的电台。对，但没关系哦，我们之后下一张专辑他就放。而且他自诩说他哦，他听片很多什么地下，他听乐团，我看他就是乐团挂的，他会觉得我们太地上了。啊，不够地下的，对不对？不够地下，我们是销量很地下。哎呀，我们卖完了吧？好，卖完，我们真的卖完了吧？应该卖完吧？卖完了。
剩通路的。对啊，我虾皮卖完了，卖完啦。我们上次之前那一波卖完了，卖完了，没有。我们也是一波地下乐团，一货三卖。这个蛮地下，蛮地下。我们录音练团都在地下。哎，真的哎，对，真的。比我那录音有几次在地上的，也蛮吵的，这样。这个算没有播过哎。对啊，哎呦，这个什么心态？你约他什么心态？这个其心可议啊，但是。我再回去跟他讲一下，要讲一下，你老板要沟通一下。那我觉得我要把这个行销纸袋先留着，因为他近两年放过，等到我们要出下一首歌的新他一起逼他放，对，行销先留着，柜子放。还是说你得罪瓜吉，因为他放了那个版权就会归契约版，对，然后你又是董事长，对，所以你能得罪到他，他不想让你赚，我不开版权给他，对他不让你赚，不开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我们这样讲哦，如果把那个瓜吉真的放我们歌，我们要开版权给他吗？你不要，不要。难道有人播给老板，我干嘛还放给他？好好了，那老板你这没办法了。而且我们表演他来过蛮多次，其实来过蛮多次，蛮支持，蛮支持，蛮挺的，但却不放，却不放，却不放，直播却不放。哎，对，是我们的问题吗？好的，好。刚问题，那我们刚回答的有点多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其实要问的是，可不可以帮我过去敲他两拳？可以，敲两拳就对了。敲他两拳，可以敲两拳吗？啊，可以两五拳，两棒。棒五棒，五棒要来了，五棒起打，甩他五棒，好，可以吗？看他现在播到几集，他说要帮我们播的，就到现在没有，就欠几集靠几拳。好，等到我们下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做这个宣传。对，他不要一批几，就把靠，靠，好，150下，要，要给你50大棒。不要直播的时候哪一天，然后现场，好，那就礼拜三、礼拜四嘛。对，现场，就在那边记得挡住他的镜头。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对，可以，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。对，要这一集的结尾。加问一题啦。啊，加。转到现在有没有后悔过？哦，哎，这一集后悔发挥哦。这一集如果等一下有人说后悔，会很尴尬。哇，我直接后悔。我先讲我后悔。你后悔？你后悔了？你那个脸，哇，你竟然敢讲这种话！我后悔太晚跟你们组合。哇，相见恨晚。哇，你发誓呢？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真的哎，说不定你如果早点组，这种感觉，小朋友更晚出生了，因为玩得太疯。哦，不会影响，说不定更早啊，说不定更早，不影响，顺便多一个。哎，不知道是谁哦。哎，这个哎，我们团很健康啊，是没有玩那种啊。哦，没有玩。但波浪就越长越像蔡哥，我觉得有点担心。没有，然后来长得越来越不像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对啊。我都很注重安全的。那蔡哥那个音乐季完，有跟歌迷？没有。哎，其实国外签名拍照也会有，是不是？国外不是都会有那种国外，国外都会有那种很疯的那种，我们好像都没有。我们还没到国外去啊。对啊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我是真的很想要再去一次音乐季，但是真的我也是很想。我以为你很想跟歌迷，没有跟歌迷这样子，没有没有。音乐季真的有那种爽感，那个很难比拟。欢迎各大音乐季承办，真的可以来办穿透，好不好？七月半还在，还在，因为大港，像什么大港可能不知道我们在，还有没有在演，所以就没有找我。对对对，大港曾经不在哦，但是我们七月半还在，我们都同类的。我们不是说要办一个七月半音乐季吗？哦，自己办，自己办啊，可是我们啊，都不是乐团来的。看到什么？看到 YouTube 了，现在我们哥好兄弟来了。好了，这一集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回答五题啊，大家收获应该是满满。好满。我们还有四集哦，没有，我们还有四集，因为 Q&A 实在太多了，请期待，慢慢来。对，不是，你们期待下一周的 Q&A 哦，拜拜。期盼最优质的。